嘉玲厉害了，直筒裤都能穿成阔腿裤，网友看着并不瘦。尽管很多明星在舞台上光鲜亮丽，穿的衣服也很大胆出位，可是走在了生活中，一些机场造型就比较的平凡了。一起来看看这位不老女神在红毯上惊艳一时，在生活中造型又如何呢？刘嘉玲能够收服我们的男神梁朝伟，可以说时尚魅力以及整个人的魅力都很大，她真的厉害了，直筒裤都能穿成阔腿裤，网友看着并不瘦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苗条了，而且穿上的西装一款丝带，再穿上平底鞋，其实身高也没有那么的明显。刘嘉玲真的是非常接地气，跟很多的时尚造型相比，其实更加的像一位普通人。很多人大概都看见了她穿一些比较华丽的服装以及奢华的造型，天生就是女王气场，而且经历很丰富，也是比较有气质有内涵的女神，还是穿上一些裙子比较性感的更好看。刘嘉玲我多强大，跟很多年轻貌美的姑娘合影，她也是完全不输的，穿上连体裤看上去效果非常的霸气，而且头发卷卷的，戴上夸张的耳环，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霸道总裁吗？旁边的姑娘虽然年轻一些，可是也是显得太嫩了。刘嘉玲非常喜欢西装造型，而且特别喜欢一些连体裤造型，因为裤子太长，所以总是分不清楚到底鞋跟踩了有多高，所以才让身材上看上去这么的抓人眼球。有没有刘海对于她来说都不是重点，因为她的年龄年轻感总是在气质上面挽回很多。刘嘉玲总让人感觉到她穿衣服总是特别的大胆，可是真实的这个女神其实很多衣服穿的都是比较得体的呢，需要这样一款黑色的连衣裙，其实效果看上去比较的端庄，再带上一些比较时尚的单品，更加的显示出贵妇的气质。图片声明，图片来源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。